每当大型活动在爱河湾举办，高雄流行音乐中心总扮演重要演出角色，出色的外观也成为高雄市流行文化地标。但是只要是开车经过时，就会发现旁边一处台电变电区裸露在外的电线以及参差不齐的变电设施，不协调的外观与旁边流行音乐中心形成强烈反差。不只是如此，所站的位置也妨碍沙地里民出入，如此险恶设施已经困扰盐城区沙地里许久。里长及里民便希望政府单位能出面协助解决这棘手问题。我们里内很庆幸有一个很漂亮的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设施，在高雄市创下很大的旅游胜地。那但是唯一的遗憾，里内有一座变电所，在我们里内已经有将近70年了，而且临近住家，而且破坏道路的景观跟整个高流的设施的外观，所以希望有关政府单位能尽力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我是这段，这样这段的啦，啊，这变电所伫遮哦，是吼，影响有够歹，歹看啦。啊，我是希望哦，这变数会当刷刷，这里面哦，大家嘛拢在念嘛。伊流行音乐中心哦，遐水的所在，政府做遐水所在哦。啊，我是妄想是把这变数会当刷刷。而在另一端，里长也积极争取经费，在公园绿地设置新式儿童游戏区，良好设施与流行音乐中心相得益彰，也让里民享受到一个期待已久的好去处。这个公园这样设计的很不错，对小孩子来讲还蛮安全的。我觉得来这里可以看黄色小鸭，又可以来公园玩，很棒。好的设施与邪恶设施造成反差效应如此之大，盐城区沙地里紧邻流行音乐中心，形象与建设息息相关，希望能早日移除台电邪恶设施，还市民及里民一个干净整齐的空间。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